来到大道城，小英入境随俗，跟宰贼郎来一碗台湾米的下午茶。我一次来都喝三碗汤。加汤。天气热乎乎，四神汤熟滚滚，小英一口接一口，真性情，直接喝到见底。我的要求，今天都算我请客，但是我请你跟我合照一张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合照免费。大道城传统对应票仓，赖清德前脚来过，小英不愿错过，一定要来怕酒齁。看看光是进场就被英粉团团包围。团队加油！加油！小英总统，总统好，加油！英粉前仆后继，看板写的2020非小英不可，100多个人把小小庙门口塞到只能慢慢走。想白绿通吃的柯文哲批评蔡英文是挑衅者，小英们门前正面回击。看你们公家女追，当有世界其他的国家在讲我是麻烦的制造者，我啊，无人讲我是麻烦的制造者，大家还觉得蔡英文说得很好。巩固绿营不安的心，小英把2020这场仗对比2008年民进党曾遭遇过的最大危机。民进党这个时阵。甲2008年安尼比起来吼，是搁较需要咱大家团结的时阵，大家讲是毋是？小英要绿营铁粉不忘忧患，上紧发条，放眼2020，唯有这样才有团结绿营进攻蓝营的最大本钱。三立新闻潘建化、陈嘉文 SBS 小组台的报道。